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华。今天上午一会儿有一位叔伯来配种，他那条狗也是德牧。那条狗虽然我没有见过，但是我从他给我发的照片来看，那条狗自身条件我看还不错，一会儿就见到了。今天在屋里拍摄的啊，因为外面下雨了，我们这儿下雨了，河南。不过我这儿不是灾区，灾区是郑州，我这是河南安阳，问题不大，不过也是下雨，天天下雨。哎呀，这院子里有积水了，好在不深。我这笼子离地面这个是30公分，其他狗都是50公分，半米高，所以说淹不到狗，而且每个狗都有一个独立的屋子。他到门口了，咱们去迎接一下他吧。查理了，狗挺纯的，还可以。我不跑，我一推下我车子往哪儿去了。总是狗眼不炫，我是狗眼不炫。关着先，关着。虎奔，选用虎奔，上场。你的夫君马上就来了，嘿嘿。嗯，咋我呢了？刚见面得熟悉熟悉。哼，你咋管我呢？虎奔听黄他了，借书斩斗，虎奔还想上。这狗也算是大题目，虎奔个子算大，但是这个母狗它俩一比，差不多大。走了，虎奔还连连不舍了，一路顺风。虎奔，虎奔，你还跟他问嘞？你真是个舔狗。虎奔这次看来是相中人家了。好的，他已经借费完回去了。那条母狗个子还真不小，虎奔的个头已经够大了，他跟虎奔站在一起就比虎奔小一点点，那就说明他这个母犬他的
个体还是挺大的，自身条件不错。等到后天他会再来借配一次，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持续关注。我是小跑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